好啊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老师好。好，今天和各位同学分享的题目叫“了解幸福人生”。幸福它是一种态度，它不是一个目标。如果你把幸福当作一种目标，那人生是痛苦的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你说我这一辈子想要拥有一台啊，盖了一栋别墅好了啦，阳明山盖一栋别墅。好，你立下目标。定下目标，整个过程非常的用心，也很认真的打拼，也朝着你的目标在走路。哎，你真的到那个时候，你一定会非常幸福。后来你真的是做到了，也达到你设下的目标。但是，当那个时候，你的年龄已经80几岁了，啊，你能睡的地方呢，大概剩下那个孝亲房。请问孝亲房都设在几楼？一楼。一楼的哪一个地方？大概楼梯后面那个地方，你只能这样。如果人生的幸福以这样，你这一辈的幸福只能到85岁才能达到。其实每一个当下，只要你接受了，你感受到了，那个就是一种幸福。就像在座诸位，你现在当下在这个地方上课，有没有幸福？有。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有没有幸福？有。人啊，要保持微笑，因为我们人如果常常笑，以后就可以当校长，不用当老师那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很重要。银行的董事长跟区经理讲，好，那个经理请示说，我们的员工条件要选什么比较好？哎，你知道董事长怎么交代那个行长、那个经理呀、啊？他说：“你选那个有笑脸的，这样就好了。”保持笑脸，他的能力强不强都不重要，只要他会按键盘就好了，一切都电脑化了，还要打算盘吗？不要，不用了，只要他有笑，有保持笑脸就好了。因为客户来了，不要一个苦瓜人给人看了，这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你没有感觉，我刚从刚才进来到现在，我都保持笑脸。嘿，所以说，幸福它是一种态度，好、哦，它不是一个目标。不要把幸福当作一个目标。这个当下，你能听一个老先生在这里分享他啊几十年来的历练，有没有幸福？有。哎，所以了解幸福人生，你要从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人生的八大苦：求不得、厌憎会、爱别离、五蕴盛。生如果能控制，一定会发生问题。什么人先发生？中华民族先发生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上帝主允许你生一个小孩子，我们纯良心讲，如果你讲了，你想你讲出来就是上帝就允许你这样，你看你会生男的还是生女的？第一个只有一个，你有男的还是女的？啊，没关系，好，就你讲了以后就给你生哦，哈，来，你讲了就上帝就赐你这样，请，那我们纯良心讲啊，你要生男生还是生女生？女生好啊，那祝福你们以后都生女生哦。好 ，OK。如果生两个，你们要生男生还是生女生？一男就很简单。如果生三个，怎么生？两男一女啊、哦、，OK。好，因为普遍的人都会说想、哦、我生两男一女呢。好，那祝福上帝，求上帝啊，祝福你们也是两男一女。问题是出在20年之后，这两个兄弟只能娶一个老婆，因为每个家庭都少一个女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了这个生态平衡哦，这件事情科技再怎么发达，一定不能研究出来。一研究出来，一定整个生态会不平衡，也是会非常的麻烦。所以生我们没办法去控制它，我们不要为了生男育女这种事情在那边忙了啊、哦。自然男生女生都是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都是好的。嘿 ，OK， 来生，生老，老能控制吗？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我还是和你一样潇洒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前几天的事情，我当时读书的时候，我还留披头，还夹夹子。你们现在打电脑，我们当初是打那个工程计算机，就是计算很小啊，打的时候这个头发都会掉下来，所以我还夹起来，这样夹起来，这夹得很习惯了。拿的时候坐在公车起来也是很潇洒，那是前几天的事情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那天生日。那个蛋糕，我女儿就故意把它拿颠倒，变成36，63嘛，啊，把它拿颠倒变成36，我说也好了，照一张相片也好了哈，啊，怀念一下也好哈，啊，真的是岁月不饶人。
然后我们很难抗拒，不管你擦哪一个品牌的化妆品，我可以和你打赌，你一定越擦越老，你相信吗？今天不老，明天老，明天没老，没后年老，后年没老，十年后一定老，相信吗？你现在镜头你看一下啊，镜子怎么跑到哪边去了？哈哈，你看这个照下去哦，这些都会放在网络里面。哦，今天千真万确不能打瞌睡，一被照到你会睡一辈子，永远没办法打开。有一天你当爷爷的时候，你孙子也看，爷爷，你当初听翁老师讲课也是打瞌睡，你说我读的不好，你当时一定也读得很差，就是这样。哦，这个镜头都留着，网络上你可以上去看。今天所有课程都要播到网络里面。所以老我们没办法控制，他说老了你要有智慧，不要人生还是没办法抓到人生应该要走的路，那就非常可惜哦。啊，也不要踢到铁板再回来。人有四种：生而知之，邪而知之，困而知之，困而不知，困而不知。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跟他讲心理的课，他听不下去。当他用到在说要拥有家庭之后，小孩子不顺，事业不顺的时候，已经踢到铁板，他才来研究人生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很多这种人呢，你今天你看你辉煌腾达，各方面都非常好，不表示一切你都能掌控。我在过年的时候，和了几个家庭在聊天，真的，那些人条件都非常好，一个是医生，一个也当到部长。你看，医生要他的儿你。要他的子女也当医生，但他子女都就是不当医生，他就喜欢唱歌，一个喜欢艺术，但是父亲的艺术，但小朋友是不一样的。结果女儿就同时修了两个学分，一个是读医科，一个读艺术，一次就双学系这样在攻了之后就瓦解掉了。你看有没有厉害？真的算很厉害的，啊，那一个他喜欢唱歌，那爸爸说，好，如果你不当医生，不然你到个台大的 MEA 你要考，把它读完，我还同时答应你去唱歌，真的是高手，研究所一下真的把他考进去，到那 EMEA 来的里面去，他的同学都是老板，很多，他也是考进去的。但他读起来有没有高兴？有没有快乐？没有，因为他是喜欢唱歌，所以应该他们这一家人里面有很多的艺术的细胞里面，一个喜欢艺术，一个喜欢唱歌，大部分都是艺术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父母亲的性向就这样，生活在这种家庭，本来你们是可以很好的，啊，但是还是很操劳，嘿，还有一个他的家庭也，他本身也是读到博士。但小孩子和他想的又不一样，整个又不一样。哎，人家说哈，子孙儿孙自有儿孙无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哎，真的，小孩子你就自然去发展就好了，要做什么都有一定他的手边，就像我就好了。我今天会站在这个地方讲课哦，我一直常会想，三个天的，我是很厉害的。但是三个天的都没有帮忙我赚钱，嘿。但是谈到这个中文啊，读到伦理文化基本教材，我头就大了。但想不到，我现在是我有可以辉煌腾达了，是我以前不喜欢的科系，但是我的用心、我的认真，还有平台的栽培、机会的栽培，造就了我可以到世界各国去演讲。哦，包括今天啊，我的特助也会回来啊，王成吉王老师，他今天6点都会到台中，他在北大博士班的。他今天这次回来只有几天的时间，要干什么知道吗？你们今天想不到他要回来干什么？他要回来学习煮菜，因为他要教人煮菜、煮饭、煮菜。嘿，因为他的课里面有谈到啊食的这个区块，除了讲之外，他还一定要懂，所以他已经约了陈春华老师，从明天开始。就要到我们家去学习如何烹饪这个器官，好，所以老我们是没办法控制，但是老了你有没有智慧，对人生的增长，我希望在座各位同学，你是很有福气的，你年纪轻轻，在这个时候
你能听到这种人生的课，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条件都非常的好，根基祖德属命都有，你才会听到。不要踢到像我刚才讲的人生已经过到五六十了才能探讨人生，就非常可惜了，就非常可惜。所以我返回来，我非常感恩当初因为我的生病，我因为我生病我没办法工作了，我才将我的事业交给专业经理人，不是我那么厉害交给他们了，是我没办法的情境之下就交给他们了，他们帮我管理的好好的啊，变成我来走另外这一条路。我们也将整个基金的推展到全世界去，哎，像去年就好了，去年你们这个班结束之后有九个人找我，九个应该说十个就是你们十个到欧洲去打工，好，就很安心，因为那个地方都有我们的分社在那边啊，包括印度尼西亚啦、新加坡啦、马来西亚啦、柬埔寨啦、中国大陆啦、美国啦，哦，那这样的都没有关系，哦，通路很多啦，啊，如果说你要帮把英文学好一点啊，语气也好，哦，如果你的学贷在台湾哦赚不了，去那边大概一年回来，我问他们了，大概出剩下的大概还有36万、35万台币，所以你的学贷大概一年半就可以把它搞定了。就快给他搞定了，哦，因为这整个的路是很宽的，来请坐请坐，是很宽的很宽的，挥洒空间很大，我们不要局限在那个地方，但是你的做人处事态度要对，对了你到那边去就一定对。因为我为什么会去发展你们这个年轻人这些奇怪，因为我的女儿到纽西兰去读书的时候，她带了她的同学去应征之后，同时四个人进去做一个早上之后，三个人就被干掉了，就只剩下我女儿。后来老板问我女儿说，你为什么对于这种工作这么熟练，她说我从未走路我就在做这种工作。老板说怎么会这样呢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，她没有欺骗你们。现在你有没有排桌子吗？有。你们有排桌子吗？这个桌子是你们排的吗？是班小班长排的嘛，不是你们排的，有人帮你处理好，什么处理都好，对不对？我女儿从小就做这些工作，就在这里做这些工作，所以难怪她到餐厅去打工熟不熟？熟，很熟。老板留她8年，读到研究所毕业，还有在纽西兰工作，这样一直留她，就留她。这个中间还有离了一年写论文的时间，就这样。很欣赏她。他已经本身就拿了200多万奖学金了，还在那边就活得好好的，啊，现在在那边学的英文学得很好啊，回来管我公司的外贸部，哦，处理得非常好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我们年轻人不要锁在这个地方，另外去转一转、走一走、了解一下，但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，在我们照顾到的地方，我希望你晃一下。你也可以到美国去啊，都可以。美国也有我们的地方。我儿子就在美国，现在读加州大学利伯塞分校。他当初也读得不错，班上45名，也考了42名，45个同学考42名，强不强？什么强？就这样，我说儿子，剩下3个让给他嘛。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赢不了我。但是你看，一步一脚印。你也知道加州大学是世界百大的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所以说他在这里学了很多的东西。当你当了这些助攻，你学了很多东西，尤其在外国推甄学校，你在公益这个区块的经历非常重要。在公益团体、公益的服务里面，这个区块很重要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服务过别人，你书读得好不一定会录取哦，不一定会录取。当他们在这里服务，写下去的自传、写下去的经历，看起来老师会不会喜欢？对，你要知道啦，读研究所、读博士班啦，你是教授的廉价劳工啦。如果你很懒惰啊，但他要你这个廉价劳工也没有用啊。这是他去争取到的专案，也要需要你这个廉价劳工来为他服务、装做实验嘛，对不对？ 对，所以很多人他没有去经营这个区块。那我们是误打误撞，从小就在环境中长大。我三个小孩子，两个在美国读书，一个在纽西兰，一路上下来都不错，都走得不错啊，所以我才会去引导啊新的一代年轻人
宁愿在外面走一走看一看，好啊，学点东西，好，回来的时候有一句多一个语言，说生老病，病我们没办法控制，但是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病，你绝对不能相信，因为你年纪轻轻不会生病，哦，哎，但是医院里面哈，那些人你问他喜不喜欢生病，他会怎么回答你？不喜欢。但是医院有没有刻板？有，哦，真的是刻板。中国医药学院的急诊室比菜市场还热闹，真的连一个床位都没有，点滴吊着还坐在旁边，好可怜，真的好可怜，哦，这是人的这种苦业。如果换到这种苦业，哦，你就需要去接受，但是你本身自己不要注重呢，哦，尤其你看现在的手机给你那么方便，如果你一个小时哦，不知不觉中，不是电话来了哦，你就去拿手机起来看，看十次，你已经患到忧郁症了。那和吸鸦片是一样哦，如果看二十次，你已经快要吃药了。一分钟，一个钟头六十分钟，你看了二十次，三分钟看一次，你能做什么大事？你整个心神啊，都已经被那个手机所牵连了，就好可惜哦。就是你拥有之后才会变成这样哦，哎，所以你敢不敢关手机？时间到的时候你敢不敢关？敢不敢？敢哦，好，有气魄回去关关看，哦，因为我每天都关，我常常会送一架飞机给你，飞完就把它开着，就把它关掉，不然呢，真的是接永远接不完。尤其是你参加 LINE 的时候，参加那个微信的时候啊，整个团队昨天就300多人嘛，三个组嘛。那个随时都一直在叫你啊，会不会影响你？会。有时候你自己没办法自主，你又会去拿手机起来看。真的，如果说要坑杀现在的年轻人哦，比以前的鸦片更毒的就是什么？手机，就是手机啊，这个比吃鸦片还可怜哦。所以你就去看，就感觉看十次就忧郁症哦，二十次就什么要吃药了。好，生老病死哦，没有人想死。但是殡仪馆每天都有人死掉，哈，哦，来，求不得苦，求不得苦，哦，我今天要和各位同学的啊，了解幸福人生呢，就是要谈到求不得苦，得到不一定幸福，失去怎样不一定痛苦，你不要一直祈求，哦，你想要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像你们这种年纪哈，我会奉劝你们。只要有什么平台，就像你今天来参加的这个课，有什么的活动，该你表现、该你学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学习，一定要把握机会。你不要认为你现在所读的科系、你现在所喜欢的东西，你出去你就会用到，不会。教育部有调查过，我们所读的科系。有从事这个科系的工作的只有5%，100个人哦，只有5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和他所读的书是同科系的，100个人哦。来，第二，在学校所学的，在主场上能用到的只有28%，这是张忠谋说的，他自己说的。所以很多的专长是在主场所学的。哎，我请问你们这些技术人员，当你有一天当总经理的时候，请问你要不要学习看报表？要不要看？要。你要不要写计划书？要。你看，你要不要人资管理？要。那当初和你所读的科系有关系吗？都没有关系哦。他为什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你不要把握这个机会呢？就像刚才我讲的，上一科、上一天的科、天的都没有帮忙我赚钱的意思。等于说我读了之后，我没办法去用到它。我来所从事的工作，哦，反而是在讲话这个区块。啊，其实我自己开的公司这个区块是有用到，但是我不用去用它，我不用用，别人就去用它了。对，嘿，啊，你看，今天王老师成绩要回来，他是要回来学习煮饭，因为这个就是说。江郎才尽的才会坐飞机回来学习煮菜嘛，嘿，因为需要用到、哦，所以说有平台的时候要把握。你看我看到那个博远没有在这里哦，
我也在现在学习什么变魔术，变魔术真的变得都已经非常的专业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也是人生的一条路啊。哦，那像这个第三个这个演话剧演得也不错哦，搞不好以后一个星探看到你的时候呢，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，来请坐请坐哦，个人都不一样。这你不要认为那些和你没有关系哦，每一件事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这些事情都和你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是，都和你有关系。你不要说那些和你没关系，哎，有人抱小孩子，抱小孩子来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抱，跟他抱一下？要不要抱一下？要。人家要你抱一下，你要不要抱一下？要。你又不会当爸爸？会。会不会当妈妈？会。啊，为什么现在不要把他抱习惯呢？免得一又抱了掉下去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就是每一次都有机会，就像昨天就好，昨天我公司开工嘛，开工呢啊，我们的张登吉老师就抱上他的孙子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那个员工哦，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很好玩，是小小的，才几个月，他就要去跟他抱。其实哦，这个张老师要放手的时候也是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结果他就抱了，要抱的时候，小孩子哦就抱得挺挺的。小子把他抱挺挺好不好？哎，内行哦，我也是昨天才知道，不行啊，因为小孩子脊椎啊还没发育完成啊，所以你要给他抱了，手要在脊椎的后面把他堵住，哦，给他半躺，不能给他阻止的，不能阻止。我昨天才学到，今年63岁了，昨天才学到。啊，以前我们也是这么抱了，但不晓得抱阻止是不行啊，他就把他抱阻止的。像这样，你看什么东西都和你有关系，但是你的关系不要到你被逼到那一天再被强迫性进场，那就非常可惜也非常可怜。